going down, down, down. Got me living on a tightrope. She got me going down, down, down. She got me going psycho.我前女友结婚，我想请个假去参加她婚礼。这种事必须去，我们是大公司，公司给你涨点，我们是卖车的，你去开一辆40万的去吧。怎么档次不够？你去开辆80万的吧。老板谢谢你，我只是想请个假而已。怎么还不行？你去开最里面180万那辆去。你是老员工，不用客气。老板那不闹行不？咱们买的是挖掘机。你摸过男孩的手吗？掰手腕。你摸过脸吗？打嘴巴子。你摸过头吗？弹脑崩啊。这样式的般配啥呀？怎么可能般配呢？你到底好久没钱还过？我已经失去耐心了，你晓得不？你看到我眼睛，怎么昨天推今天，今天推明天，明天推下一个位置？天，老子跟你明说，那个钱老子不要了，给我拿去买药吃。你知道这个锅里我今天放了什么吗？才吧，我可跟你说啊，这个锅里我今天可往里放个炸弹子啊，都小心呐，他把你炸成狗肉。给你们开个会吗？不是啊，喂，孩子们，今天我们学习这两个字，嫌犯，嫌犯。他说啥呢？他说嫌犯，不是嫌犯，是嫌疑犯的嫌犯。他又说啥呢，大哥？他说咸鱼犯，不是咸鱼犯，是犯人的嫌疑犯。哥，他又说啥呢？他说放冷的嫌疑犯，是有一位嫌疑犯。不是哥，他喊啥呀？他说有一位的嫌疑犯。